丽，然后还有祖君，然后红皮皮大哥，然后李轩，然后 Andy， 还有我们的导演。好，我们一个一个先打招呼好了，导演先开始。好，完了。好，我们可以往前一小步。好，谢谢。第一次就请举手。这是第二次。OK， 我会这样问原因是因为昨天有五刷跟八刷，所以我要问一下有没有新的观众。很感谢你们就是投完票，选择回到日常，然后看我们的电影。看完电影应该输赢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就是家人才是最重要的。谢谢。谢谢易导演。那我们先从前辈开始好了，我们的红兵会大哥。好，二号二号。二号邓帅，我的名字红色、金色、灰色、红金灰是我的名字。希望各位今天看完观赏之后，把你们的想法，然后分享到全台湾你们的朋友，一起再来看我们的这部很温馨的电影《哈永家》。谢谢。谢谢。好，我们的祖君。Excuse me。祖君。在《哈永家》里面饰的是。李诺，那喂，来，欢迎你那个，他不给面子。对，谢谢大家今天来戏院支持我们《哈永家》，谢谢。谢谢，谢谢李诺，我说话不可以。好，阿丽阿丽。Hello， 大家好，我是《哈永家》的阿丽，然后跟戏外也叫阿丽，今天开心在这个选举看到大家，然后对，辛苦了，谢谢。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电影。好，那李轩。其实我讲中文，然后我的名字是黄色，杏色、褐色。大家好，学妹，请问你那个是什么岳父？哎，跟我岳父，无缘的岳父，无缘的岳父有学起来了，咖啡色。褐色，褐色，黄色。好的，这个梗好了，可以啊，又是。好，那我们今天其实除了演员跟导演跟大家见面之外，我们也准备了礼物想要送给大家。那待会我们就是可以自由发问，然后我们准备两份礼物，然后会抽。那我们现在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好朋友，看到后面有什么想要。好，就是我有发现，就是很多应该是蛮多都是第一次演戏，然后但是我觉得看完这部片，其实会觉得就是很就是家人之间的不管是吵架或者是他互相扶持的部分，其实都感觉很自然。然后不晓得导演或演员有没有给演员一些什么样的指导，让他们来做这样子的家人之间的互动这样。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还蛮好奇说，因为像这个这一张图其实有刚在片中有看到，其实是都是在片中是骑机车的部分，其实都是他弟载着，不论是阿公啊，或者载着 Andy， 或者是他堂弟，然后都是阿力在那个。不晓得这个是导演自己当初设计的想，还是说阿力这边自己有自告奋勇来？因为我觉得其实以阿力来在就可能要在两个。其实可能会蛮迟疑的，所以我还蛮好奇说这个设定可能比较不同以往，是导演安排还是说演员这边自己有制造朋友来玩？谢谢。导演，好的，你说演员们吗？对，因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部落来演，这样都不是一家人，不认识。那因为其实我们在选角的过程，或是在训练演员的过程，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对，那大家如果今天听到说他们没有看剧本，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是他们用更内化的方式，我是用讲故事或是用很多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游戏的拍戏的方式，然后就是带着他们大概三四个月的训练的时间，等于说他们拍戏之前就已经在这个状态里面了，我们才开始拍。然后你刚说那个骑摩托车那个，
因为好了，就是对，这是戴骑车还是要戴安全帽，因为在那个部落，其实五天六天我也看过一家人，对，见怪不怪，因为大家一台摩托车就可以走透透。那当然，因为里面李诺的角色是国中生，所以基本上还是姐姐会在他们，对，不可能阿公骑吧，对啊，所以因为大伯就是开他自己的车嘛，然后那个他爸爸希腊也有自己的车子，所以就是回到部落，大家就是机车是最快的，因为我觉得部落人还不太爱走路人，就是可能到两条巷子也要骑机车，对，嗯，对，不急的，对，就是快，然后觉得可能我觉得是自由自在，所以以年龄来说应该是阿里，对，会骑这个车子这样，嗯，谢谢。谢谢，好，所以刚刚的结论是骑车戴安全帽，我看到你。安全。好，随便。这样。嗯，那个各位领导员大家好，我是不要介绍自己了，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导演今天很美啊。哇！哦。哪里很美？因为其实我觉得，然后导演他从《撒贝西隆洞》跟《只要我长大》跟这个海，《撒贝西隆洞》他们知道这是法语，像《漂流遇见你》这是一个纪录片，然后他从我的纪录片开始才认识我，好像是这样，啊、对，没错。然后因为我觉得然后导演越来越会处理部落的这个就是故事，那我一直想问然后导演，就是因为然后导演是在部落长大，那我觉得在拍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找寻自我的认同？然后第二点就是有关就是想做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在导演在处理剧中有一部就是说，这个像李诺在杀猪这一段，你觉得就是说，那个大伯就说，这个你看，你的孩子都比你还会杀猪，我就感觉好像是说。然后又到最后一幕，李诺在看的那个火，就是觉得是说，我觉得我在有的原住民这个世代，好像就是五六七年级这些，好像都是在文化的一个失落，那个失落，失落的，对，失落的这一代，感觉好像要把这些文化的传承，好像要必备交给我们下一代的那个，就是在结尾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很感动这部片子，我觉得感觉是越来越贴近部落的感觉，我也感受到了他导演觉得自己在这个部落的认同的部分越来越深厚，我在这边要谢谢他导演，谢谢。Okay. 好的，台湾还是卢凯，好的，你们一家人来吗？对，好，谢谢。那刚说对，因为我不是在部落长大的原住民，而是在都市吧，对，四岁就到都市。那其实因为这是我第三部电影长片，其实从第一部我就开始在慢慢的追寻，我们部落的故事，我们部落的文化。那其实很多都透过观察，那当然也会一直来来去去的到部落。那会到南山部落是因为祖君饰演尹诺的祖君，我在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在我的部落遇到他，因为他去我的部落的部落学校学文化，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变成我的纪录片的主角，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记录他。然后那我因为记录他，所以我到南山一边记录他一边取材。对，那本来就想要写一个家庭的故事，就透过不同的世代来看到这个文化遗失的这个过程。不过我觉得这个文化遗失的过程，当然在原住民很明显，那我觉得其实不是原住民的族群，其实也许你们也是有失落的一个部分，对，你们也可以从这个电影里面去寻找到。而且我是透过家庭，每个人都有家庭，对，而且刚好这个片子又刚好跟现在九合一选举，我其实写剧本是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写的，所以那时候因为破坏部落和谐最大的元凶其实就是选举，对，因为选举制度不是我们的制度这样。好，我们有点机会给你们讲，好了，好，谢谢。有人要补充吗？还有人要补充？因为就看问题。好，那我们最后一题了。哎，你坐在这么前面，就你说。我想问。没关系。好，我想问阿丽。在那一场你跟 Andy 晚上杀猪的晚上那一场戏，啊，宝尚爸爸在台上跟女儿告白，在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感觉到在那一刻好像你所有的心结都化开了，甚至
后来还有感觉出来好像一起想喊动算，所以想问问你那时候的心情跟你怎么去表演这一段的心情。好，谢谢。其实戏里的阿丽她是非常需要家的，需要家的温暖，然后她也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她在外面好像是一个人都可以撑着，所以当她的爸爸开始就是做了很多就是让她觉得很骄傲的事情的时候，又把我挂在嘴边的时候，其实难免人都会有点心软，然后也会想要多关心她一点。所以对我来说，爸爸其实因为我也是之后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爸爸原来这么爱我，就是他在那么认真的工作，但他都没有忘记他的女儿这件事情。好，谢谢。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现在直接，应该我们有三位，我们访问问题嘛，其实我们奖品就是两位，我们反过来玩好不好？我里面有三颗球。我们抽出一颗就代表那个人刚好没有礼物啊，不好意思啊。好，那我导演你的金手来帮我们抽一下，到底谁没有礼物呢？二号啊，二号是你的朋友，不好意思，我打送你别的东西哈。好，那我们请一诺帮我送一下，来，这边一号的，一诺你跑最远那边后面，对，一号这边，哎，不是不是，讲送错了，你先送那个一号，对对对对，那你帮我送个三号，好，三号我们这边，谢谢谢谢谢谢一诺。谢谢。那我们演员跟导演，我们可以请你们跟大家来一张大合照。我们可能可以往